就是刚刚学长也有讲很多注意事项，因为好像也有讲到硬体的部分，应该就是调响在负责吧，对不对？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软体主要是就是曾智雅跟洪品杰做嘛，对不对？那你们可以大概讲一下你们。学现在这个荧幕，你们觉得你们吸收了几层吗？你们自己觉得就是，就是你荧幕是你写的吗？对吧？那所以我就问他们，对，就是你们就是刚你们现在在写这些东西吗？你们觉得对？这个荧幕了解多少？你们有去查它的 data 区了吗？有看过里面吗？大概有几页？你知道吗？什么？我听不到。是这样讲没错，但是你们不一定要等到荧幕来了，就是翻译程式也有给你们。你们就是首先你们对这个荧幕有多少了解吗？为什么你们会想要选这个荧幕？对不对？这个你们可能要先查一下它的资料。那如果这个有什么缺点，你们知道吗？不好有什么优点，你们知道吗？就是这部分啊，你们在采购一个东西之前，是不是应该要先了解一下它这个东西的特性是什么，型号是什么？对啊。就像它里面其实也有 data sheet 嘛，就它上面有一个晶片嘛，你们应该有看到嘛，对啊，上面应该也有型号，你们也有去查，看看它这个晶片是用的是什么，所以你是都没有查的意思吗？哦，那你们对就是文红的程式，你们有看过吗？就是除了用它这些副程式吗？你们有了解它为什么要写怎么写的吗？是你写程式的吗？那我现在是问写程式的，就是了不了解？因为毕竟是他们写比较长时间接触到这一块的部分，你们两个。是有看过吗？还是有进一步了解？我先讲，我就是像 CS 这块面板的时候，我的方式是去看需要写的函数，就是它的内容。然后我第一天是看那个8051，然后连接 LCE 的PDF 的讲义。然后第二天是尝试去了解后需要写的函数，然后就是发现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不太清楚，就是那个他是如何去开始编写，就是那些制定坐标，然后他是怎么样去执行的这个流程不清楚，就是觉得
被他吸的那一段，然后又有去把吸的那一段给出去。那制药的部分是又让他自己讲的话，你是因为他看品杰的状况是他有去了解乌头的城市，可是没有看见他去，那你的状况是什么样子？什么什么？可以大声一点。是看到那你会觉得吴宏的副程式不理想或是不好吗？还是说你们有自己写一些副程式之类的吗？还是都没有？那因为据我了解，他的程式里面就已经有副就是显示出字嘛，那你就打一串字之后，给它一个位置，它就会在那个位置开始往右边显示出一串字来。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色块部分，就只要输入给它起始点跟终点，它就会显示出一个色块嘛。所以这样看起来，你们会不会被它这两个互函式所局限住？就是你们就可能只用它这两个程式。就显示出看起来你们的游戏啊，就是以它这两个为主轴嘛。像你们有考虑到做箭头吧，你们应该就觉得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吧？有吗？还是怎么样？因为你看你们最后不是要箭头吗？是怎么一个什么打算吗？打算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写用我们学长已经给好的方式，就是他会。会先这个方式，然后再用演绎法的方式，然后去为那个出来的那个方块，然后做一些刻画，就是这样子。用刻画的方式是上底色，然后就把那个方块那个颜色盖掉，就可以呈现箭头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用它 SD code 的那个写法，就是设定一个 code， 然后把那个上面的。我们定义出来的一个坐标，然后上面那个颜色，然后那个部分如果是参考那个上面 SD code 的用法，那是其实我们最需要经过的是我们要自己去画那些点，所以它的大小会有限制。对啊，所以我给你们建议是，你们看起来好像是。把一个游戏做出来，对不对？但是呢，有时候快不一定是好。你们应该自己心里都有数，你们对这个了不了解吗？你们对基础有没有打稳？你们就要注意到。虽然这次专题是有时间限制，只是基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是不得不说，如果你们想要再往更高层次走的话，基础需要打稳。对，这是你们两个层次的部分。还有另外一部分，我觉得在我看起来也有很严重，就是你们的团队嘛，不算是分工，因为可能分工是每个人都会有分工嘛。只是我想要问一下，就乔强，你可能有了解一些程式部分，那博勋呢？你程式了解多少？然后讲一下。嗯。什么？我大概都有去看，然后还有问他们大概怎么，因为这蛮多这个系统加油站，其实都所以你也是有去问嘛？对 ，OK， 那就是我给你们的建议是，我看起来我想要给你们建议是。我觉得你们就可能彼此分工是有分工到，但是呢没有团结的感觉，就希望你们是以一个团队去完成一个专题，而不是一个人做开发，他可能开发得很开心，其他三个做一个审后的部分，可能之后是其他状况不太清楚，只是
我是希望你们有个团结的感觉，一起完成一个专题，因为毕竟是我们出题规划是希望你们有学，每个人都有学到东西。毕竟是你可能对程式没有兴趣，可能对议题有兴趣，但是呢，我们规划是希望，就因为这只是这初阶部分，希望你们对每一个部分都了解，所以是希望你们可以做可能讨论的部分，分工，分工完之后再讨论，再继续分工再讨论，就彼此希望你们对彼此做的东西都有部分了解，而不是只是一两个人做一部分，另外几个人做部分，之后再做完之后再全部丢给那个可能主要是谁写程式的那个在做，其他也会很累。就是像看起来像是你们可能做个按钮之后就要自然按，可能就很忙，就是要再整合你们，除非你们现在做出一个传输的时候就要丢给他，他要做整合部分，其实是很累的，所以你们可能要注意。还有就是分工吧，看起来我认为啊，游戏机最重要就是软体嘛，可能因为像其实你们发现一体也快要做出来，按钮机就是这样嘛，所以你们比重要怎么分配呢？可能是73，就是软体7，一体3，或是82这样分。可是看起来你们可能要再重新分配一下你们的比例是怎么样。希望你们就是最后不要就连线做不出来之后就结束了，因为这是可能是你们第一次参加出去，也是最后一次参加出去，所以你们可以抱着一个这次没有完成，你们一定会有遗憾，所以不希望你们每个人就是草草了事，就可能打打折磨之他，还是跑来跑去听音乐看影片，就是剩下一个半，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发挥团结的力量，完成一个专题 ，OK 吗？好，那我就讲到这边。那我们就谢谢在座。好，下一组上来准备吧。不要黏了，他们已经抽完了。是第四组，我们的专题名称是遥控车跟遥控器，遥控机动跟遥控车。我们组长是许欣如跟李长恩，然后我是电机二乙的赵文君，然后接下来是电机二乙的刘云跟物理二乙的戴景南跟电资二的罗一修。这是我们的目录，就简单来说一下。我先简单来说一下我们目的。第一个还是一样是我们的目的与动机，然后跟之前一样是进度规划、时间规划、工作分配跟季度回报，还有之前我们把 UART 的流程图更改一下，然后再播出来，然后还有我们的材料清单，还有一些我们遇到一些小小问题困难。然后这是前情提要，就是我们一开始的目的与动机，我们把它给缩简化一些，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要用我们自制的8051来做遥控器，然后控制我们决定把遥控车用我们自制遥控车来完成，然后我们的动机就了解8051那些串联传输与连线的一些的问题，那些软体方面。然后这是我们进度与规划、进程目标。
我们进程目标现在设定是两块8051做一些电线的串联传输，还有把那个供电模组完成5V 跟3.3V， 一个是以用供电给8051，还有一个是供电给 NRF 上面的。中程目标实体物件就是我们的遥控器还有我们的遥控车的，然后用 NRF 做无线的控制。然后远程目标，我们想在遥控器上面多加装 LCD 屏幕，还有车子可能会多增加车灯那些控制的。然后这是我们的时间规划，因为总共软体有两个，一个是 UART 跟 RF 的无线传输。UART 就是我跟刘维云做，周文君跟刘维云，我们之前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 RF 的无线传输，就是用 SPI 的东西协定。然后我们整组之后会测试无线遥控的装置，结构制作是罗一修跟戴启然制作的，然后他们现在正在制作遥控车的底盘，还有一些遥控车的模型等。然后这是我们的硬体跟软体，然后最后综合就是软体结合在一起，然后全组要一起来做，对。然后目前时态是这样，我们现在正在测试用 NRF 做无线传输，对，用 SPI 的通讯协定。然后下次进度，我们想成功做出可以无线操作。然后实体部件正在进行中，就是制作车子，还有我们的遥控器的规划。然后下次进度是想把车子还有遥控器做完成。然后这个目前进度最基础的8051测试，还有供电的，对。然后这是我们遥控器设计图，总共分三层，我们打算在最后一层放，其实最后一层应该是放电池，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供电模组，一个是给3.3V 的 3.3V 的 NRF， 还有 5V 的8051。然后这是我们的遥控车底座，还有我们用的是市面上卖的那个双马达，把它组合起来。然后上面是一些供电模组跟电源开关。然后我们稍微讲解一下之前那个串列输出 Mode 1的。我们一开始要先把资料给输出到一个暂存器里面，然后我们暂存器里面有一个传输模式设定，就是我们要设定为 Mode 1， Mode 1就是我们的八，我们要设定它为八位元，因为我们8051输出东西是八位元的。然后我们要检测它是否完成传入到暂存器里面，然后成功完成的时候，我们的 TI 会等于一，然后会把讯号给放射出去。然后我们之后还是要把那个TI 把它设为零，因为它不会自动回复。然后讯号输出以后，用 TX 接脚把讯号给输出去，然后之后我们是从 RS 接脚把讯号接收回来，一样是存到一个暂存器里面。然后如果暂存器存满以后 RI 会等于一，然后一样把东西给放射出来，然后我们东西就会接收得到，对。然后这是我们的输出流程简介，就是刚刚讲的那些，对，这是我们修改过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设定我们的模式 ，start 开始，我们先把那个 TI 先设为零，然后清除，就是我们把里面全部都清除掉以后，判断我们有没有按下我们的按键，按下按键以后，我们就开始把东西慢慢传到暂存器里面去，传到暂存器里面，如果成功传到全部都传到里面去以后，就把讯号给全部输出来，对。然后之后，我们输入的东西就是我们遥控车接收到讯号，然后输入模式设定也是设定 mode 1，然后一样是清除里面的暂存值，然后我们要先判断我们东西是不是都已经把它全部都输入到里面去，成功输入以后，我们的 RI 会等于 1，以后东西会输入出来以后，我们之后要把 RI 给设为零，然后把它给
还原以后，再把东西全部判断我们输入以后，我们按的按键会发出什么讯号。然后判断好以后，我们会发出我们特定的 LED 的亮闪亮，然后动作执行以后就结束，然后到回来到原本的东西，等待我们继续输入东西。然后这是我们的材料清单。然后我们遇到一些问题与困难，主要就是在我们的软体上面。之前的两块开发板之间的 UART 用那个串联传输，有线串联传输等。现在最重要就是我们8051无线通讯那 SPI 通讯协定。那个我们办理程式使用的时候，是把里面的东西 Worry 是全部都解决，只不过发现一件事情，因为东西没办法传出来，发现频率好像没有设定到，可是如果设定频率的话，它好像没办法 认知我们那个模拟的 TF 跟 RX， 对，所以这我们可能还要再改进的东西。然后这就是结束。一组问题吗？这个吗？是想说，如果软体跟硬体都完成的话，才能一起做那个全组的那个两个一起结合起来才行。对，所以我们现在 SPI 跟那个我们的实体的遥控车制作还在一起进行中。对。设定就是往左的时候是一个马达动，一个马达不动，然后让它叫往左。所以我们的车是三轮的，因为对四轮的话前面会卡住，而且转弯的话比较麻烦。那刚请问一下，就是那个用 NRF 传出来的串列，是要用八位元？对，八位元。那就是会不会觉得说功能？越少，如果让一个然后动一个不动，那有没有想过说它的要用什么样的语法，用什么样的去沟通？就比如说，如果我是00001，然后是一个动，然后10，然后是另外一个动，然后另外一个不动这样子，然后就是会不会是可以做的事情比较多，然后可是就是其他设计的设计。其实我们是想，对，就是想刚刚你这样讲，这样设计不太够。我就是说，好像好像有很多的空间。对，应该还有很多的空间。所以我们大概现在大概是这样子，大概想法一点。谢谢。谢谢对，然后这个。
上会做更多联系吗？因为那里本身可以算是小的。我们讲过，对，所以我们有可能会做一些在劳动上面多一点的。对，反正现在还是劳动是单向的。对。劳动车没有劳动车分配的东西。对，我们现在只有单向，没有到双向。双向。就是因为我在那边看到那个天线，然后就是有一个就是锯齿状的，就是左下右下角这个，它是它的发送讯号的那个对，那是发送讯号的地方，从这里发送那无线吧？有没有想过说是接一个天线？就是可以啊，可是加远天线不靠不靠光，不是应该说那个那可以传更远。可以传更远，那个模组可以传更远，没错，这大概比较近一点，大概几公尺而已。对，少说十公尺。那想说要增加加快？之后。所以说，你们最后决定说，你们要去遥控一台车子吗？那这台车子你们设定了几个动作？四个，基础的四个转弯前进动作。那你那个无线模组，那个解析度够吗？输的时候啊，你们是传一笔资料进去吗？还是就是会，比如说按着按着，然后按一下它就会动一点点，然后一直按着它就一直跑，按一下，按无线啊，无线还是传送进去，按一下就，那老师说你无线你是传送，传送什么出去？八位元，所以它的。所以现在就是按一下。
传送，传送一个出去的人，然后让你的脚步可以说是有一个跟着，然后另外的就是那我刚刚刚刚不是有一直也要用到这个东西吗？对。那到时候如果你们都有做出来的话，你们两边会互相影响吗？它上面应该有办法设定说这个对对哪个吧？大家好，我是吴宇文，各位好。然后你可以看到你的十四十五页，这个啊。左边那个标题很奇怪啊，第一个是那个，就是第一个是就是标题的位置啊，那这个就改掉就好了。那第二个是，你会觉得这两页那个输出跟输入更奇怪啊？但这两个词，就是输出，然后遥控器输出出来，然后遥控车输出。应该说传送跟接收啊，就是要这个就是可以改一下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进度还是剩下一个礼拜了，那进度要赶一下，因为是看起来是有点慢，因为最后你们这边就是讲的比较讲主要功能就是说传输的部分完成，还有你车子配动，这样两边再搭配起来就好了嘛。那现在。感觉就是，这两部分都很有完成的，对，就是要赶工一下。最后一个那个问题与困难那边呢，我觉得下次你可以补上说你是哪一天发现的问题，然后谁提出来的问题，然后可能你刚才有讲，可是我可能没听到，可以再讲一下那个第二点现在问题是什么。
觉得你们就是这边的问题，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那个包括绿色这样，就是因为你一定是8051跟无线摩托车要连接，那你资料一定是从五一这边送出去的，然后再经过无线模组到另外一边的无线模组，再给另外一边8051，对，那一定。这边因为你们有限制，那边已经可以了，对吧？那我们觉得可能是不是你们五一两边的报率没做得好的话，就是可能这个无线模组可能有一些设定参数没设定好。然后下一次啊，你那车的话是什么？让它动，那有办法让，有办法先让车子动吗？有限的吗？对啊。这图啊，这是你们网上找吗？还是你们自己做的？其实是掰的，参考那个比其他给的掰，不是掰管的，是掰管的架构图简化，掰管的架构图简化。对，全部都掰。所以这全部都是在五里面。对，一个五里。我突然觉得这个男朋友好奇怪啊。可以再想看这个怎么放比较清楚，然后第一眼看进去我是看不懂的。买那个墨斯散热板是要干嘛？墨斯散热，墨斯散热，他们就管家会发的，不用给他翻译机用，那就是散热板就好了。好，有没有点墨斯器？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不是啊，为什么你要写这个名字？前面那个名称是那一串英文是什么？不是，我只是想问你说，为什么要取 MOSFET？写论文的应该不会是笔误吧？
这样有人担心吗？他可能想说有不知道。但是目前我想，所以他们还有两个人呢。可能三七四和七八零五四。对啊，另外三颗烧坏了。还有一个，下次啊，让你们给我画一张那个你们整个的系统的流程图。你刚刚附近的那个流程图啊，你都是只是那个传输跟接收的。我想要看一个整个，包含你后面控制那个车子的。讲的事情没什么都要听哦。那个关于我知道那个板子啊 ，VC 跟 GND 是可以直接输出5V 的，不要把那个电风器接到上面去啊，会烧掉哦。
车子的机构的话，能设计好吗？那些车子啊，对啊，包含它的盖子部分啊，没有做盖子，没有做盖子，我知道机构，只要等好，简单的讲，我前头要问一下我的。一颗的，就是一个金子。咱们一般说四颗的话，前面如果是一个一边转一个，就会前面两个，对吗？同时看一下你们的分工。我觉得啊，你们可以把你们来生做套的比较只有几座嘛。因为看你们这样，你们现在经费上面啊，应该还有空间，对，不过还是要自己控制啊。那希望你礼拜四能够让车子可以动。好，那还有谁有问题吗？没有的话，就谢谢这组给他鼓掌一下。我再问一个。好。7805跟 F3 已经总共8个，你们懂吗？多吧。7805跟 F3 各四个而已。他超掉。好，所以你们总共要需要的是几个？需要各两个。对，因为在遥控器上面需要。那你想光上电源，嗯，然后车上面有四个，因为车体上面也要，因为上面有那个冰箱，8050，一个8050的，然后几个正常的，所以就是，要多，要多点。好，那还有人问题吗？3 2 1，好，那我们就谢谢这组工作人员掌一下。下一组都上来超费哦。那个你们没有录影吗？你们没有录影吗？这就是我们目前想要达到的功能，我们会做出三个发动机，就不要碰，不要凑，它是空的。哇，好，不要碰，不要碰。那个我们要做出三个发动机，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做出红外线的读谱，然后我们还希望能够做出记忆的功能，但是这个功能目前我们还在研究，所以会不会加进去还是有问题。好吧，那他是一定要加一句。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核系统架构图，我们会有三种输入方式。第一种是使用按钮，然后经过编码器之后进到8051去处理；另外一种是用红外线扫描器扫谱去处理；然后另外一种是从机体。然后输出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喇叭会输出声音，另外一个是 LCD 会输出你现在的音阶跟音符。然后结构示意图，然后这个跟上次一样大同小异，所以你只要稍微看过就好。一样是输入，然后输入扫描器还是输入，然后这边是有喇叭跟 LCD 的输出，是这样的。那你跟班上的架构怎么样？差不多，差不多，是使用
就只是了解卫星角位啊位置而已。这应该不是结构式结构式。它是叫结构式结构结构。没有结构。结构。对，你有结构式的。结构式一体好吗？结构。结构式一体。然后这个是程式流程图，我们一开始启动的时候会先把 LCD 初始化，然后把 timer 关闭，这样子才会操作。然后我们会开始扫描我们的按键，我们现在按键是四乘四的，所以这边 for 先会扫描四次，从零到三。然后当某一直排的按键其中一个有被按下的时候，会进到下面存回去，然后它会检查那四个按键中哪一颗按键是被按下的。然后当确定是那一颗按键被按下的时候，它会程式码会算出它现在是按键的编号是几号，然后它的音阶是中低高哪一个，然后算出来它是哆来咪发嗦的哪一个音符。然后之后我算出来的结果会输给 LCD， 然后 LCD 会显出它的音阶跟音符，然后会开启 timer， 然后我们刚刚算出来的程式码会把那个音阶的频率传给 timer， 然后让 timer 去计算我们何时要中断。然后等到，然后在之后呢，我们会使用 while 让直到我们放开手为止之前，它们会一直启动，然后让我们喇叭一直输出放行波，然后用 timer 来控制它的频率。然后等到我们放开手的时候 ，timer 就会关闭，然后回到我们上面最上面那一层回圈来继续扫描我们的键盘。我们的程式流程就是这样，听得懂吗？OK， 然后目前的进度是我们已经完成 LCD 了，然后并且把它整合到了我们的喇叭跟键盘上面。然后现在我们在进行红外线的原理，然后并且焊接它，然后试着让它连接到80V 以达成我们需要的扫描谱的功能。然后这是我们现在的工作分配 ，LCD 是我跟云哲，然后目前已经完成，也已经把它融合到80V上面，然后现在宇涵跟玉琪正在进行红外线的工作，然后等他们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进行程式码的开发。你觉得玉琪？玉琪在做。对啊，你说实际交出来跟展示有没有问题？那个，你们要用这台吗？你们最后是装这台对不对？没有，我们将会自己在做。没有，我们有喜欢。啊、哦，那加油！有话，那我们就实际操作一下。然后至于我们上次 meeting 所造成的那个频率不准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掉了。然后现在可以试转看看。然后欢迎有兴趣的同学做。兴趣的。刚刚是因为那个我们的中断有问题，那个回圈的判断有问题，所以它会一直跑扫描的程式，所以它的扫描程式一多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到它中断，所以它中断出的点就是零点五，所以反而是中断问题，对，所以中断问题。那就键盘跟上次一样没有异动，主要是多了那个 LCD 的部分。还有以及刚刚提到频率的部分，那我们设计是从低音都开始，沿路往上，由下至上，由左到右。那从低音都开始，一直到高音 Ray 指数，中间没有任何的半音。那目前我测试一个按键给大家看，这个按下去应该是低音的拉，没错。大家可以先听一下声音。然后上面也正确的显示是低音的拉，那左边部分就是 low 就是低音的意思，然后以及它的那个音是什么，比如说哆来咪发嗦，然后我们有写程式，就是放久一段时间没有下一个指令，它就会自动关掉，然后就是跟上次比较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接下来就是红外线的部分。然后因为这是新的东西，所以再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有
电源供应器供应分5V的伏特的电，然后分。